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边地上有很多毛巾，还有衣物。像是毛毯晾在这个巨蟒上面，后面也是，后面也看得到。是被清空掉了。胸部疼痛，我才离开现场。如果警察先生拿那个棍子在我头上打一拳，我完全没有机会，我马上当场死了。我昨天在那里跟他们在一起的，我要不是因为胸口疼痛，一脚离开现场，我可能就死的那一个。今天只是来告诉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龟孙子。How could he order the policeman, the Taiwanese policeman, against his own people? Blood. I saw the blood all over their body. Their head opened up. Blood all over their body. I'm not crazy. 不是疯子。I'm not crazy. The only person who is crazy.Is my angel, and you shouldn't take his order. 你们不应该，你们不应该接受他的指令，因为他已经不是台湾的总统。我告诉你们，是你们为什么？他从来就不是台湾人的总统。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在1949年亡国，你们都知道。我今天在你站在你们面前，因为我昨天死里逃生了。如果你们的棍棒打在我的头上，我没有机会的，我马上死了。就这样，你们自己想一想吧，队长想一想。我昨天只是差点没死。昨天就在现场。
看到他们被打得头破血流，满身是血。如果你的棍棒，我昨天在那里，你的棍棒打在我头上，我没有机会。棍棒打在头上，我马上死了。我今天是死里逃生的，所以我来告诉你们，请你们不要那么做。这个棍棒昨天打在我的身上，我就死了。我昨天跟他们在一起的，我是死里逃生的。我相信你们不会把棍棒打在我的头上，因为一棍就把我打死了。我昨天是死里逃生的，我今天是来告诉你们不要接受马英九的指令。他是一个疯子吗？不是。而且你们都知道，社长，我请求你，台湾子民的名义，请求你率领我们的警察兄弟姐妹们反对马政府，反对马英九，那才是明智的选择。不应该把棍棒指向你们自己的人民，那是错误的。